怪怪的，今天的网络有点怪怪的。好，现在又回来了，那我们继续。真是奇怪啊。哎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换我萤幕没影像。好，那我继续啦。刚走了以后，那好啊，就也剩这边了。这边刚刚那个家伙走过去，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。哇！吓我一跳，好像有很多东西耶。哦，又是零式底片，我开始担心了，要打很强力的魔王吗？哦，都是底片，看到御神水，哇哦，根本仓库嘛。是不是还到上面的？第二楼了，我现在有点像在玩分支一样哦，不是在玩主线，因为主线在楼下。就是麻生那个邦彦他住的地方。应该是没东西，我记得。住了。好，绕了一圈了。Shit！ 突然冒出来，哇！喂，突然掉下来。Nice.
他然后突然掉下来，哎，动，哇哦！他突然扑倒。别逃！可恶！暂时连拍向而已。走！这不会用你，不会让你用那招了。他用那招之后，我就会变成那个全黑的画面。糟糕，回避。哦，你开始喽。叫了一下，还有他的攻击模式大部分就是这样，都摸头，没什么大特别。OK， 好，绕完了，该拿完了，可以来走主线呢。啊，打不开门，我担心按完后敌人就来了。外面，这我不知道。要不然我一直觉得这边奇怪，每次都可以看，可是却没有东西可以拍，所以果不其然，一定会设置个什么让我拍一下。所以一般如果我就直接照那个灵体走的话，也会不知道这边刚刚那个东西在哪边，要多绕一下。深红，为什么被打开了？要我出去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
没办法连开了，奇怪，中断。可恶！啊！下一个，运气。